哈楼的打卡后，且看到前方的鸡飞狗跳，原来是你的大收割驾到啊。那么这一段时间我是一直深受我们宇宙第一巨神啊烂巨哥的连累啊，因为我们的烂巨哥啊搞到我视频底下天天都有一堆人叫我发了解视频啊。然后最近我因为我玩的那个号啊，那个号主他不给号给我玩了啊，他不爱我了啊，那我就经常自己开着笑脸号去野战房耍耍啊，当然是走到哪就被踢到哪啊，步枪狙击啊，手枪素材啊都打了很多啊，本来准备发出来让大家同情我一下的啊，看一下我怎么一直被踢的啊，因为我现在视频里这个弹幕和留言啊点赞投币啊都少可怜啊，本来啊拿出来不准备拿出来博一波同情的啊，想想还是算了啊，还分几个视频发吧啊。其实这个鸟举的视频呢，其实它不难打啊，以前也有给大家发过鸟举的视频啊，以前的话就太好打了啊，这个素材。就咱这个枪法对吧，只要是靠枪法的视频对我来说啊，让我去打都不是问题啊。鸟狙的素材呢比其他枪械稍微难一些，以前真的挺好打的啊，以前那些人又不跳啊，又没有那么多这么快速的枪械啊，你现在对吧啊 CF 玩家人均水平上来了不说，你就这个枪械的速度对吧，我简直我就想砸电脑啊。我们这期视频打了两把这个个人竞技和竞技场的爆炸战，就单从这个个人竞技来讲，哎，你要打得准还要很快，你打得你简直想死啊，你就感觉你的鸟举开枪速度甚至不如人家的毁灭大炮的开枪速度啊。啊，有的时候你一枪空枪啊，人家一枪空枪，然后你切个枪你死了啊，鸟举赶不上大炮啊，你怎么说啊，咋玩啊。然后呢这一次我又是再一次没有耐心了，哎，然后马上五一了啊，祝大家这个长假假期快乐啊啊，如果大家外出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啊，不说了啊，咱不受这个装备碾压的气啊，又不想去买外挂让自己户口本只有一页纸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去咱的租号店租个号玩吧啊。好了，如果那么大家想租 CF 英雄联盟王者荣耀逆战和平精等几十款热门端游手游游戏号来玩的啊，加视频左下角租号店 QQ80084919，有任何不想玩的游戏号也可以放在这里出租赚点零花钱，高分成高收益啊。咱们租号店现在也有很大很大活动啊，账单公开透明，现在特别是这个和平精英和 CF 端游 CF 手游的出租率都非常非常高，租金也非常非常高，你介绍别人来合作的话能给你一个大红包啊，你装备越好这个租金就会越高啊。然后呢4月24号到4月30号啊，精英部队想领这个精英部队永久角色，就是那个嘎嘎嘎的那个角色啊，还可以领取这个巴雷特牡丹永久武器。4月25号到4月30号可以领取这个霓虹刺刀之虎或者黄金足球奖杯啊，5月1号开始呢还可以领取这个玉黑骑士、哪吒闹海、手雷包永久、防弹头盔永久啊、夺命之镰永久等武器道具，还有什么 M37 杠礼花喷子啊、黑金喷子啊、黑五敌手啊，还可以做这个砍价活动啊，领取白狼叉永久啊、龙二永久啊、北极狐叉永久、影武者永久这些角色啊，都可以来找我啊。然后全区带刷徽章啊，黑武士觉醒啊，带练无尽挑战啊，带刷猫猫手套，带卡这个彩色昵称啊，带打排位什么的啊，都可以来找我啊，加视频左下角的微信禽兽区123啊。然后全区大量收 CF 点，有想卖 CF 点啊来回血的啊，可以来找我，记得视频左下角的微信啊，禽兽区123啊。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啊，五一会给大家啊每天准备一个视频的啊，我们下期再见，大家记得三连啊，拜拜。